袍真的很有国际巨星的感觉。拉拉队女神林湘今天不露魔鬼身材，一身白衣华服更显仙气。26号周日下午南下高雄，特地和粉丝湘民见面，签售会上大放福利，签名合照各种互动，来者不拒。玉林起床了，太阳晒屁股啦。还没有等到偶像到场，现场就有大约200-300位粉丝聚集签书会现场，不少都是提早好几个小时就来排队。很开心，因为我已经追他1年多了，长得很漂亮，然后又很活泼。昨天下午2点，就是从新竹下午2点到这边来排队，喜欢他1-2年多了，就进大家队开始就一直在 follow 他。两名新竹高中生前一天下午就搭车南下高雄，抢拿第一位号码牌，表达对林湘的支持。因为世界棒球经典赛台式应援红。到日本，我现在就是也蛮喜欢，就接受不一样面向的我，蛮想要挑战不一样的风格。林湘不但受邀参加日本时装周走秀，最近更接下日本高尔夫精品球衣代言，脸书晒出一系列球衣照，用行动证明靠着自身魅力，不止台湾，也跨国在日本拥有高人气。三立新闻李湘以高雄采访报道。